好的，哇哇酷宝这个战队名字感觉特别萌，但跳出来的舞蹈并不萌啊。中队长今天这个造型啊，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惊喜，特别像那个 Lambo 的感觉啊。我平时就是这么穿的，没有我啊，没有没有，我是因为最近练舞了，练到哎，怎么这个手？怎么这个手好像不是我的手？怎么那个手好像是嘉儿的手？哎，我就觉得应该把它露一露呀。哦，帅不帅？哥，我希望你从现在开始到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都是这样穿。我觉得每一次哥都会给我惊喜，哥的那个拼劲每次都会打动到我，然后我也觉得更应该跟自己说，无论撞到什么的时候都继续像哥这样拼下去。看这个作品真的能够感受到大家对舞蹈的坚持跟希望的感觉，从整体的编排再加上道具的运用，然后那个音乐的感觉，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一季的主题，然后包括这一次我们遇到了困难之后再次征服这个力量的感觉能够感受到。李星队长，就是点燃了我的希望。那队员们啊，在跳这个大秀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感触吗？其实我是第一次和队长这么久的排练，真的蛮感动，因为我平时都不太爱说这些话。等一下，我这个外套先拿上来。我确实有点不自在。来，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其实为什么会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哈。我说了啊，为什么我觉得蛮感动？因为一般我们这种舞者哈，第一次排练，我们先顺一下哈。但是我们这位队长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顺的，直接我们动作很小，他的动作是巨大的那种。然后第一轮排练完了，我一靠着他这个地方的时候，全部都是湿的，我的脸也是湿的。中队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我们每一位舞者都应该去学习。所以说，我觉得我能在这个团队，我很骄傲，也感谢中队给带来的这个希望给我们。谢谢队长，谢谢。跳完这个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想法是很感恩的，感动的。不管分数多少，在我们心目中，它永远都是胜利的。那我要说了哦，就是大家也看到那个什么，看到咱们的这届的第二期了，我真正的会觉得就是说，很敬佩我们的队长，就是因为第二期的那件事，我真的特别特别会觉得，这个舞蹈真的不是没有一点点界限，每个人都可以跳舞，每个人你想做什么事，想跳什么舞，想做什么样的东西，你都可以去做，一点界限都没有，那是一种精神，那是可以感染我们的。他就是能感染我们的人，他是代表那种精神，他是那种精神本人。谢谢。然后今天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的三位上一期离开的队员，今天我们跳，我跳下来真的特别感动。感动的点是，它不是一支舞，它是一个团队，它是一个精神，它是一个代表所有人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我们一起去拼搏的一个状态。我很爱你们，也很爱蛙哥。从上一次的失利以后，就是原来真的大家的情绪被影响，然后这一次怎么可以就一鼓作气把东西做好，感觉好像我们在一起互相影响大家，互相激励大家，慢慢形成的一个作品，觉得哇太值。来，梦迪，
好吧。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说不太明白。然后我觉得，然后到时候我们排练过程中都很快乐，对吧？然后也感谢蛙哥每天都这么关注我们，还有队员们。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我不太会说话。然后谢谢大家，辛苦啦。特别正能量，就是有时候，哪怕跟他讲几句话，都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正能量？就是音乐听不到，他反过来跟你说，哎，没关系，这个很好哎，这个你们跟别人睡打呼声我听不到，就是那种感觉到他扑面而来的正能量，非常棒，梦迪，谢谢你，谢谢梦迪。钟汉良他们那个团队让我感觉就是一个家庭感，大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舞者，因为钟汉良队长从不认识到认识，然后最后是一家人，就像烛光一样散发出来更多的一种幸福和温暖，让我觉得挺暖的。给我的感觉是肉眼看得见的成长的，包括说 Viking， 包括说 Wave， 那他都有在运用当中，当然不是说像其他的几位队长一样那么娴熟，但是整个的和队员的一个编排是能融在里面的，然后这一点的话是非常打动我的。钟汉良真的 respect， 真的我在现场看到他肌肉的线条，这个真的是要通过练习才会有的，再加上他配合很多音乐的质感，做出了类似于像我们的 pop hit 那种，而且他整个作品的完成度特别的高，能够看出来是非常精心的去练习的。好，接下来让我们期待压轴出场的往这里看战队王嘉尔。我一直以来选择的都是比如说创意工具啊，什么工具，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工具箱，我想每一次都选一个不是那么一样的，有些是可能是选幽默的或者柔的。恭喜我们的王一博获得我们的第一分。有些是更多创意的。恭喜我们的王一博队长获得了我们这一条毛巾。恭喜张艺兴战队核心武器。我不想再输了，我原本是喜欢创意性跟听音乐这一方面的，但比赛越来越进行的越久，摸这个底摸得更轻了，可能我会觉得我要换一个工具。那一条线呢，穿着那个一条线在这里，一条没问题，线你要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今天录吧，其实无所谓，因为最后呢我会把它啪拿下来然后带上去。我用鱼线可以吗？那鱼线呢我扯不断，你就是那种缝衣服的那个线，就一条就够了，很细很细。